想为黑又想比山高，半山腰一生经历要黄树梢，人外还有人忘不掉，你怀抱夜夜都是魂牵梦绕，爱恨情仇都付谈笑，多寂寥星辰变幻诛仙解药，引无数英雄尽折腰。Hello， 现在是半夜12点整，不懂是 Good morning 还是 Good night。现在我们人在要，也是不懂要吃早餐是吃宵夜了，然后吃饱了，去攻顶了。现在是12点24分，我们现在在集合了，要准备上山了。那个 Mount Trusmadi 呢，就有三个 pick 了。Pick 1, Pick 2 和 Pick 3， 所以我们会经过 Pick 1先，然后到 Pick 2， 到最后到 Pick 3。 12点27分，现在我们开始上山。上山数沙威，现在是2点14分，这里是 Pick 1， 我们走了2公里到这个 Pick 1。还有2公里。2点18分，我们继续走，下一站就是 Pick 2。现在是3点48分，我们到了 Pick 2。第二座顶峰，4点48分，我们到了 Gunung Trusmadi 主峰。今天是2022年7月23号，我们终于登上了马来西亚第二高峰 Gunung Trusmadi。 Sunrise 吗？真的 Sunrise 啊？哦，林爹了喂。现在时间还早，我们这边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会过去高台那边看日出。现在是4点58分，现在我们先过去那个高台那边，然后等日出。现在是5点17分，我们到了高台，我们在这里等日出。没有门啊。这里山顶的天气真的是太冷了，现在冲水喝先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卑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缺口都一样。骑马黑马这蓝绿的披风，战马战那一醉杯成功登顶。静啊，你过嚟呢度大把位。我知道啊，静啊。
OK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？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。现在7:03 ，OK， 我们从这里，高台这里，现在走回去，混加十度。好大的猪笼草啊！7:24 ，OK， 我们回到来啊，这个 Tusmadi 的 main pit， 这里一个三角塔，这里也是可以很清楚看到神山。7:48，这里是 Tusmadi 主峰，所以我们直接下山下回去camp 2，然后再住多一晚。对面那座就是 Tusmadi 的主峰，这里有很美的 view。
10:07分，我们出回来 pick one。没有，那个这样刚刚好，那种练字牌很。有他的手机不一样。11:28，我们下回来我们的 campsite。OK， 今天会也会这边住了一晚喽，然后明天才出回去。现在开饭吃午餐喽。开饭开饭，对，现在7:28 ，Happy Hour 和准时见。Happy Hour， Cheers。现在是10:03，现在下大雨啊，对，我们要回去睡觉了。Good night。风伴着黎明的歌声，敲响命运的钟，是夜不灭的灯，那颗心在闪烁，挣脱黑暗的落寞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们在 Tusmadi 的 Camp 2。现在要吃早餐咯，然后我们就要直接下山。Saya sudah minta nomor telepon saya. Nanti ada satu yang minta nomor telepon saya. Yang satu mah banyak ada janggut-janggut tu. Oh itu orang tua. Okay. 7:37. Okay, 现在我们要下山，直接下到去 base camp， 然后我们就回了。Okay, let's go. 哎、hey, 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这里有一个很像人脸的石头。我们下到来是要把它录的。8:26，我们下到来这个最后一个 water point。8:33，继续走。9:10，我们下到来第一个 water point。9:17，现在继续走。
都点碳，我们出头来，那个第二个吊桥了。现在是10:52，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这个库斯马利的旅程，坐到来，这个第一个吊桥了。轮龙库斯马利4天3夜完成。Finish.Finished. Yeah. Finished. Yeah. 完成的路。累累累。好姐。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旅程4天3夜，Gunung Kusmadi。对，现在要上 4 view， 再我们去我们的 base camp， 然后就去冲凉。收拾我们的东西，然后就要回去过到平南马路。纵使千千阙歌飘于风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万星浪过今晚月亮，都被霸气在笑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